我覺得對香港人咧係多一個選擇嘅，咁因為佢哋可能喺而家呢個狀況入邊就唔覺得唔係安心，又或者未必完全會相信政府啦。咁呢個各方係即係各有人嘅諗法啦。咁移民去英國咧，咁固之然都係一個好好嘅 option 嘅。咁但係過到去究竟政嗰邊政府亦都會唔會有鋪排啊？喺住宿啊、工作啊，甚至乎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揾錢嘅能力啦，過到去係咪都係可以即係好容易就生活到咧？我收到呢個消息係好 surprise 嘅，即係以我所知，我睇到新聞就英國首相出嚟會講嘢支持香港人，美國總統會出嚟講嘢支持香港人，雖然美國總統係會出嚟做一啲嘢，但係英國呢次首相做嘅嘢咧係好踏出咗好大的一步咯。他給了一個很實際的利益給香港人，我是很感激這種行為，我真的很多謝他們。因為近這兩年發生了的社會上面的事件，令我覺得香港政府是不會再為香港人去設想了。